好了，到家了，你快上去吧。这么快就到了。不开心啊？还是想跟我多待一会儿？我兄弟们给我发来老家的视频，下雪了，雪花很大，很漂亮，真的特别美。你现在想看雪啊？想啊，又看不到，问这个有意义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别人都叫我小仙女吗？为啥呀？因为你漂亮。因为我会变魔法，那是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不信我们俩可以打个赌，多。如果我现在给你变成雪出来，你奖励我什么呀？你要能变成雪出来，我就到你工作单位大喊：“我是齐天大圣你说呢？”我说的。你先等着，你在车上等着啊。你干嘛呀？好。我要给你变魔法了哟！好，等的花儿都谢了，你干嘛？哇哦！